国际最新消息传来捷报，台湾导演李安获得了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终身成就奖，是获得这个奖项的华人导演第一人，也是亚洲第三位。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6号宣布，台湾导演李安获得终身成就奖。在官网描述，李安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精神、备受尊敬的当代影人之一。他的创意精神无论是在电影制作、导演还有编剧方面都备受赞誉。而李安在知道自己获奖后表示，能够获得终身成就奖是巨大的荣耀。李安曾经获得英国影艺学院4座奖项，段贝山获得了最佳导演、理性与感性最佳影片、卧虎藏龙最佳导演还有最佳外语片。